方便刚跟同学讲的哈，就是你投票的话，那你要怎么投票比较好？你点到它，请问上面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做注解，新增注解哈？好，如果你认同的就来这边，有没有加一？这样可以吗？你们有纠团过吗？哦，加一啊！如果你还要，就在下面再加一，可以吗？就点到那个框框，就后面这里就继续加一，这样可以吗？好哈，来。我先把那个先加出来好了啦哈，我把它先加出来，这样你在旁边都会看到，所以呢，你对于这个有认同的，我这个收起来，这样你就在下面继续加进来就好了，来还给你，所以没有想到也可以用这样投票，对不对？我第一次这样玩，可以把它当投票来用哦，所以用这个注解也不错啊。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像那个旗鼓相当呢。好，这个虾米，有的人加一把我加到选项里面去了。好，看起来好像 B 的比较多一点哦。嗯，B 的好像比较多，哎，C 的也不少哎，就是 A 比较少一点而已。B 是什么呀？B 就是 3D 的。A 就是那个绘图的那些辅助工具，好，那 C 就是更多的图库啦、字型的资源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。好，剩下最后10秒，好吗？哦，这个，A 的不多，好，B 的现在在这边。哦，B 的蛮多的，二四六八十，好，十，然后呢，C 选项，C 选项，C 选项很少，好，OK，所以看起来大家对 3D 比较有兴趣是吗？OK，好，那我们就讲 3D。